跟小恩两个就是能够看到他，或是真的敢偶尔跟他联络的话，就蛮开心，我就蛮开心的。Kid 的努力符合许维恩不在乎冒出吕瑞。Kid 跟许维恩爆出分手没多久，许维恩身边又冒出新欢吕瑞。我对，就没有，他们两个都跟于天大哥有点像。我不认识他哎，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在乎我自己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。对啊，哎，言下之意就是还在追回许维恩的路上吧。我不敢讲什么复合的事情哎，因为我现在就是等于是跟他还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，我们在网络上面的互动都会是非常的良好嘛，就真的很像朋友这样。现在就等于是把双方当初的一些问题去把它试着看可不可以解决，那如果 OK 就可能就再说这样。就是这个公司你方也有？有啦，小恩如果没有的话，他应该就对啊，他一定是有，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就是我现在心情才会还可以状态这样子。对，我是你的话，我就是祝福，祝福，没有办法给祝福，也不要给诅咒，对啊。我没诅咒，对啊，我很好啦，我现在就真的就听了宪哥跟 Sandy 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两个算是我的恩师。嗯哼，听说 Sandy 常常陪 Kid 聊天，度过疗伤期间，难免令人想到。不行啦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！干嘛那么小气啊？哎，别猜，哎，拜托，哎，没关系，他还有其他的女儿，可以再考虑一下。